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来到我们股神圣术盘势叮咛。好，我是蔡春元蔡老师。这个昨天辉达是一个重头戏啊，这个利多的钝化跟利多出尽。那它公布出来的营收其实没那么差，但是呢，展望的部分哦，就受到了这个质疑啊，财测续放缓。实际上它这个第二季的营收啊，比预期同比成长了122%，300亿美元啊，这个是优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它在这个整个资料中心的一个业务的部分呢、啊，同比增长的一个速度哦、啊、是154%，哦达到263亿。那对 Hopper 架构的购买还在加速当中，然后呢，准备转换成 Blackwell 啊这个部分，对于 AI 需求啊，它是持续的下去。那另外呢，在这个展望在第三季的财测的部分哦，跟未来。啊，这个营收同比的一个成长，预估会成长到325亿啊，这是24Q3了哈，24Q3，毛利率的一个部分呢75%啊，同时维持整个持续的啊这个高成长啊，但是股价的一个反应是怎么样呢？这个就是我们最近跟各位叮咛的一个重点啊，最近股价的反应就是因为它短线的涨幅相对的过大，所以呢一旦利多，它很容易钝化。因为呢，它股价已经反应在前，而且提前反应，反应在前了。它已经提前反应涨了44个百分点了，从90块钱美元涨到131，所以呢，短暂性的这个利多、哦、就钝化，形成股价上的一个压低。那当然也跟这个美超微它的合作伙伴的一个部分有关系哦。美超微它因为财报的这个延迟递交啊，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呢，在我们交易所的一个部分，尤其在美国的交易所，非常重视的是时效标准，还有呢，非常重视的是你必须要如期合法合规。好，所以呢，这个美超微如果它延迟递交它去年或者是财报的一个部分，那对股价的冲击会非常大，因为呢你让市场的疑虑加重了，好，包含了像做空机构，它也预估说你可能有做假账的疑虑，所以你看到美超微的股价、哦、很恐怖啊，它从这个从昨天呢、哦。昨天是跌19%，对美超微对不对？美超微是 SMCI 啊，它的纳斯达克股票代号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先前已经跌7%，啊7点多%，大概我们算8%了哈。这是前天，那昨天呢又跌了19%，这是跌。啊，这是昨天又跌，那现在目前今天盘后盘的部分又跌了7%，哦，这个很恐怖啊！所以呢，你看到在这个股价的反应里头，你看到这里跌了27%，27%加上7%，今天已经累计加起来已经跌了34%。所以你说财报重不重要？财报的合规性重不重要？那当然了，我们预估它也不是。也不是想要做递延迟交了，那一定是里面有一些数字的、哦，里面有一些数字，哎，对起来会让市场疑虑更加的扩大，所以赶快做修正，好、哦，赶快做调整。难怪这个做空机构认为它有可能做假账，那当然可能是无心之过了，可是股价的反应里头就出现了跌了34%。那其中呢，我们看到 NVDA 哦，就是 NVIDIA 的一个部分就辉达，对不对？它现在目前盘后的部分也是跌 6.9%， 好，将近快 7%， 好，昨天跌 2.5%， 好，所以两天加起来跌了快 10%， 好，这个是辉达，那当然跟这个部分都有影响。那请问，如果美超微跟辉达都因为涨多或者是因为修正的关系，因为重挫的关系，那请问台股的台积电或者是 AI 股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有影响？ TSMC 会嘛？所以今天台积电是比较相对承压的，比较相对有压力的。那 AI 股的部分也是一样，尤其是涨多的个股不排除就短线上有价差上的空间。但是我也跟各位叮咛了一个重点，我们说，因为台积电TSMC 台积电这一波涨20%，落后蛮多的，落后辉达，落后这个超微，落后这个博通都蛮多的。那接下来的重头戏是谁呢？苹果。那台积电的一个部分里头是这两天的关键观察，因为呢8月30号就是我们明天明天这个整个权重的一个部分要做一个调整。好，台北股市呢权重是往下掉，再做微降，但是呢台积电是微升，好做调升到 51.22%。所以呢台积电虽然受到了这个 AI 的一个冲击是有的，但是呢第一个重点呢它涨幅比较多，它只涨了 20%。 第二个重点呢，它有外资的买盘 MSCI 的一个调升权重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它还是有买盘的支撑的。所以呢就算它短线上有回档多方思考不变，你还是可以拉回早买点，而且蔡老师也认为辉达也是拉回早买点，好，拉回早买点。所以呢我们来看台积电的一个部分今天其实还算蛮抗跌的啦。同学，你看到今天台积电在 K 线的部分收了一根小阳线但是有点十字的一个概念，那也带领了这个指数的部分在开低之后没有再破低。那今天蛮多的个股，像联发科今天是转强的，所以你看到今天有一根大阳线，联发科甚至呢今天蛮多的一个个股里头都是比较强势的，像大立光今天也是比较强势大涨的。所以呢这个指数的部分今天就有跌幅上的收敛，本来是低开的，因为受到了辉达啦，受到了盘后盘啦，受到了昨天美股的一个压低的关系，但是呢短线上而言这个地方还是有相对的这个买盘的承接这个形成跌幅上的收敛。但是我跟各位叮咛，其实这个结构而言因为我们台北股市的涨幅落后蛮多的，所以我们估计你看我们台北股市大盘的部分从19662到22545它只涨了 14.6 个百分点，台积电涨 20%， 实际上它也落后日经，它也落后了非常多的一个重量级的一些个股。所以呢我认为台积电在这个跌幅有限的情况之下，还有呢再加上它拉回震荡之后随时再起的情况之下，是有机会带动大盘再做多方上的延续，反弹上的延续。所以呢我们跟各位叮咛说，因为这一波的一个大跌跟重挫，而且速度快角度陡，又快又猛，所以这里的反弹空间也会做放大，那一直来到呢真正反弹的结束讯号，它才会再明显出现比较大的缩脚，比较大的一个缩脚。那短线上这里有一个短缩脚，但是呢跟我们先前预测是一样的就是幅度比较浅，缩脚的空间比较小，随时再做一个这个拐点上的一个反弹，再做一个反弹的延续。那你这个时期里头个股的表现就非常的关键，选股就是一个关键，所以呢个股的差异性就蛮大的。你看到像设备股啦，设备股里头有非常多的个股已经都纷纷的创新高，但是今天呢设备股当中今天有涨多休息的现象比如说你看到像君华，对不对？今天有涨多休息咯，这已经都是创新高了，创新高留意早卖点，所以这里有短价差的状况。你看君豪创新高留了长上影线，这个已经不能再过度追高了好吧。人家你看红树的部分里头也是站上2000块钱但是呢短线上的涨幅已经开始有点走势停顿了那你再看到像2467的这个智胜也是一样，3680的嘉登这都留下比较长的上影线，3583的星云有没有涨多创高，这里创新高就做一个压回了甚至像6187的万润这也是创一个新高，这里垫高，对不对？短线上都有一些承压，所以呢设备股的部分开始有一些涨多休息的现象，但是呢，工具机结合设备股加入联盟类的哦，特别强。你看到像这个东台有没有8064东捷好、哦、东台，那东台加入谁的联盟呢？它加入了这个 G2C 啊，君豪、智胜、君华的联盟，所以它股价的一个反应，低价嘛，被低估嘛，落后开始有转强补涨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就是趋势。我们跟各位叮咛说，大势所趋，强者续强，掌握住对的趋势、对的产业，就容易掌握住标股。你跟着大势所趋，跟着巨人就能够吃香喝辣。跟谁的巨人？跟台积电嘛，台积电就是巨人，因为它整个资本支出不断的做一个上调，而且呢，海外的扩产不断的延续，营收也开始创历史新高，资本支出往上做冲高，甚至像进军面板级的一个这个散出型的一个封装，对不对？也带动了 FOPLP 开始商机的一个大成长，好、哦、像这个精彩科啦，好、哦、从40块钱，好、哦、涨到了85块钱，哦这个获利前一段是108%。后来呢，拉回之后，这里买进，这里卖出，对不对？一整段嘛，好，一整段。然后之后呢，我们做接回 66.8 之后呢，它又连续拉出两根涨停。那最近呢，也维持高位做震荡整理。这个就是似曾相识的情况之下，我们做出与众不同的判别，好，自然而然就能够比较大的一个获利机会，对不对？好，那你看到这一段的一个空间，这里就 100%。再加上这一段的延续，所以实际上累积起来已经超过了 100% 以上。那我跟各位叮咛说，大势所趋在设备的一个部分里头，玻璃基板好也是值得注意。其中像6658的联测，对不对？好，联测股价的反应也是准备哦。你看这里，这里一个头肩顶，一旦突破了颈线之后，随时准备再往上走强啊。8月20号亮灯涨停。那另外呢，还有一档个股呢，它有多重题材 ，FOPLP 玻璃基板的题材，还有 CPO 的细光子的题材。那细光子我们都知道，最近呢有一档个股叫做3081的这个联雅，对不对？最近股价连拉了两个涨停哦，相对强势，联军呢再创历史新高，股价来到175块钱。甚至像你看到像这个上权呐，好，甚至像华星光呐、啊，甚至今天的光学镜头里头都非常的强，像先进光呐、啊，甚至像亚光呐、啊，好，今天都非常的强势啊。其中这个细光子的部分，那这档个股呢叫做泰森啊，8027的泰森，它也是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属于玻璃基板大联盟。这个玻璃基板大联盟当中呢，它有蒙利啦、啊、星云啦、啊。甚至像罗森呢、啊，哦，都是属于联盟的其中一个环节。那未来随着这个有机基板的物理极限，哦，那么未来玻璃基板的趋势，它也是大势所趋，它能够比较更高的这个稳定性，甚至呢更强的低耗，甚至呢能够这个渐渐的做一个突破，形成像这个辉达也在做支持。AMD 也做支持，甚至 Intel 开始做大力的发展，所以呢，未来如果台积电也在跨入的话，整个大联盟它的大势所趋就会更加的加分，好，更加的加分。这个就是设备股。那设备股的一个部分，我们说强者续强，好，虽然短线上今天有一些休息，好，但是呢，接棒的一个方向要特别去留意。像苹果用户调查的一个报告里头，他提到我们说苹概股哦，9月10号。苹果会推出一个 AI 手机，那 iPhone 16的这个 AI 手机，我们预估哦，它的整个换机的量能会相对比较强势。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它持有旧机装置超过3年以上的用户比例哦，2022年是 28%， 2023年 36%， 2024年 40%。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光是今年手机一直迟没有换的。超过3年以上都在用旧机的越来越多啊，比重越来越重，所以呢，这一次按照过去的历史的这个轨迹跟洪流，一般呢，这个苹果手机大概用3到4年，它就会开始一个大的一个换机潮，一个大的一个换机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预计今年的换机力度会比较强，所以法人也预估今年光是销售量首波可能都上看9000万只哦，9000万只。那因此呢，这个苹果的 AI 手机9月10号来做一个亮相，其中瓶盖股纯度最高的是谁呢？就是镜头类的大立光跟玉晶光。那大立光呢，它本身的这个获利状况，非常的强， 79.49 元。但是呢，同学们，你去看这个本益比的部分，大概35倍了，35倍。那我们来看一下玉晶光，一样是镜头的玉晶光，上半年 H1， 上半年累计加起来 H1 18.51 元，18.51 元，对不对？那以目前的股价位置呢，这个500。假设现在目前580块钱好了，对不对？那你换算下来，580除以 18.51， 580除以 18.51， 然后这个再乘以2，好，因为这是上半年，对不对？假设下半年也是这样， 18.51 乘以2，假设他一整年赚37块，上半年赚 18.51， 然后是这个一整年如果不变的话，也这个成长力度，一般第三季会更好啦。那我们假设他赚37块，法人预估大概40块钱，37块钱以他这个股价580块钱，同学股本才 15.6 倍啊，这个本益比啊 ，PE 啊，对不对？ 15.6 倍，那么跟大立光的35倍。谁被低估了？玉晶光还是相对比较有利啊。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呢，它的潜望式镜头的市占了，这种毛利的一个部分跟多镜头有一个商机是不断的做一个发展的。那其中潜望式的镜头这个市占已经拿到了 20%， 所以呢，它也拿到了这个苹果比较重的一个比例的，所以它是属于高纯度的瓶盖股在手机端的一个部分。好，因此呢，你看到它股价也开始做反应。我们在带领学员的一个部分，在昨天近期做一个布局。昨天再继续的做一个布局，今天还不错，拉开了成本。所以呢，我跟各位叮咛说，你接下来要掌握住节奏跟脉动的，要掌握住个股的机会的，都欢迎各位，你可以把握住小老鼠 GUSD168， 或者是电话的拨通0223659333，来电做一个掌握，或者是加好友。来把握住个股节奏的一个机会了。好，时间关系，我们就祝福大家操作顺利，下次再会了，拜拜。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